好，新年新气象，台东公所新春团拜六号上午是在公所当中庭举行。那么市长张国忠率领了一级的主管与员工互道恭喜，并且也祈求平安顺遂，事运昌隆。春节过后也是象征一年的开始，台东市公所在星期一举行了新春团拜的活动。市长张国忠感性的表示，两年来从陌生到熟悉，进而有默契的在市政公务上推动得更顺利。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啊，时间过得很快哈，我们共同合作已经将近两年多了哈。啊，我们从陌生到熟悉，进而到有默契。啊，在我们分手所有同仁不同的努力之下，啊，这两年中我们市政都平稳顺利的啊，我们的进展啊，工作在此啊，要向各位同仁市长最高的敬意谢意，感谢你们辛苦了啊！新年开始啊，市长是属鸡的啦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当雄赳赳气昂昂的啊，一时气哈啊，我们凡事都要对人以诚啊，对事以身，我们继续向前迈进啊。带领台东市民啊，走向一个幸福美丽的城市，为我们全体市民谋取最大的福祉哈！啊，今天的新春团拜啊，个人要祝福啊，在座的所有同仁啊，新年都能够如意到啊，欢乐笑语空中飘，快乐生活不会跑，万事如意每一招，家庭美满事业高，健康身体没烦恼。啊，最后多多请代表台东市公所，也要祝福全体的市民啊，在新的一年都能够新年行大运啊，凡事如意啊，诸事平安，诸事吉祥，阖家平安。新春团拜的现场，市长跟同仁们拱手作揖互道恭喜，也祈求市民乡亲平安顺遂，事运昌隆。记者刘明胜台东采访报道。